这是巨额光束，第二个是 Kent 的电磁脉冲波。对，你要先手去限制，但是 Kent 先从天而降的 EMP， 先手先害 ，Ambition 后手一开，但是视野已经先倒下一二三人，有点不妙，撞在下面 Destruction 收掉 Restia， 人数劣势三打五的局面，有点打不回来啊，不是有点，是非常打不回来的状况下，人员全速阵亡吗？倒了最后一个宋和娜 ，Overlay 开始燃烧。哦，这一波的这个攻势是有修正上一张地图控制地图的一个缺陷。